小莲呢？今天来学皮影戏啊！非常细致的戏哦，那我们大家呢就在这个地方呢，分别的去看一看他们的雕工的精致度。想要赶快下看。主角在这里，然后这边遇到了一个没有羊肉炉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这个要滑在。胡子不归美女。还有更多精彩刺激的挑战，小莲呢？你来。